有勇气做自己，让世界看见你，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。欢迎来到就在今天直播间，我是直播精灵有勇气。今天我们有八分钟的时间，彼此认识，相互交流，各自成长。就在今天，我们谈的主题叫做乱讲，有兴趣吗？哎呀，谢谢你美莲，欢迎来到这个地方，中秋节快乐美莲。是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主题呢？跟你分享一下，就是有一次我的太太叫我帮她安置电话的铃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帮她弄好了。后来有一个时间，这个电话铃声又跑位了，跑掉了，又叫我弄。哎呀，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样，后来也是乱搞搞出来的。其实在我们刚开始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刚开始的时候我建议就是乱做也好，你再不，如果你不会讲也乱讲也好，如果你不会按也乱按也好，反正就是乱就好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思敏，欢迎来到这个地方，欢迎来到看我们的直播间哈。好，为什么要乱呢？首先第一个原因要告诉你呢，是因为容易开始。任何事情啊，不是要准备好好才开始。 Fanny 你好，中秋节快乐。是不是要准备好好才开始的？因为准备好好的话，准备永远是没完没了，所以我们乱来乱来就可以开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乱来压力不会太大。对还是不对？我已经预期它会失败了，不可能会成功嘛，因为是乱做的嘛，所以它就容易开始。我们很多时候啊，不是要准备好好才开始，而是要赶紧开始。为什么要赶紧开始呢？因为开始以后呢，就能够得到第二个状态，就是能够产生数据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得到一些回馈。哎呀，就好像我第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，还没有准备好，我就开始做直播了。哇，谢谢各位的点赞，哈哈，哇，这么多点赞哦，哇，已经41个点赞，有9个爱心了，谢谢，中秋节快乐。哎呀，那么你看啊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些数据，当我们得到数据呢，就好办了。你看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市场到底是怎样，虽然我们准备的很好，或者是准备的怎样都好，但是最后还是市场给我们回馈。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对的，最后还是要市场要给我们回馈。因为市场如果能够给我们鼓励的话，我们会继续走下去。如果市场没有给我们鼓励，我们准备的东西呢，恐怕要修正，要调整，要丢掉也不一定啊。是的，就是这种感觉嘛。来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吸一口气，吐气。哎呀，春美进来了哈。春美，谢谢你今天发送来的一个特制视频。哇，谢谢你 tag 很多朋友。春美，桂华你也来了啊。对了，春美，听说你好像办了一个90天的，在你的团队那边做培训，是不是啊？哇，好棒哦。你看，学以致用，学了以后能够直接变成一个怎么样，一个领导者，一个教导者。如果我们要学得更好呢，有的时候要去教，用教的态度来学，我们会学得更加的完整，是吧？像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在教课程也是乱讲乱做乱来的，到慢慢会修正的。是的，因为产生了一些数据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做到第三点。第三点是什么呢？ Shelly 你好， Shelly Ang 你好，谢谢你经常来看我哈，中秋节快乐，谢谢 Shelly。 好，第三点呢，就是能够调整的依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开始是乱做，我是乱比了，乱做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是乱做，可是后来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产生数据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调整的依据，然后最后要修正嘛。很多事情如果没有数据的话，我们无法调整什么东西。所以做到从哪里开始呢？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件事情，要从哪里开始？从调整开始。而调整的话，需要有市场的回馈，就是我讲的数据。因此为什么我们要乱做呢？是因为容易开始。所以今天跟你讲的这三个重点，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帮助啊？如果有的话，帮我 tag 一些朋友好不好？ tag 一些朋友进来，或者是分享到任何的群体、任何的团队，甚至你的家人们。是的，那么我每天的直播呢，都会在哪里呢？现在我就会在这个直播精灵这个网页，你只要打上直播精灵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回播的话，重播的话，那在哪里看？在 YouTube 比较方便，你也打直播精灵嘛，在 YouTube 你就可以看到全部的内容了。好的，
所以啊，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，哎，我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地方呢？因为处境，虽然你在远处，但是我们还能够见面。如果你也想学习这方面的一些能力的话，欢迎你来参加我的课程。我每个礼拜二都会办这样的课程，办什么课程呢？比如说今天是9月21号，中秋节，我所办的就是如何运用处境提高客户跟进的效率。我们所有的销售啊，80%都是跟进回来的，不可能一次就能够完，不可能一次就能够完成，很多时候还是要需要时间的跟进，对还是不对？所以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来。另外呢，如果来不及的话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看看下个礼拜的，下个礼拜我会谈如何透过日更提高你的品牌高度。日更代表每日更新你的内容，每日出镜。就好像我现在在做的，就是每日日更直播的意思了哈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那欢迎你来参与。那怎么付费呢？马币9块9毛九，不要忘了那个马币9块9毛9。好，那付费的方式呢，就是你可以汇款或者是用 TouchNGo 都可以了，好吧？今天跟你分享了什么东西呢？乱讲容易开始产生数据跟调整的语句。那么最后送你一句话，哎，看看直播间还有谁到这个地方啊？哦，Shelly Ng 讲谢谢老师的指引，谢谢。啊，Fanny 也帮我 tag 人，Shelly 也帮我 tag 人。哦，孙永红，哇，今天晚上你好像介绍不少朋友来啊，谢谢你的鼓励哈，谢谢你的支持。之前乱乱来乱乱做，不知道哪里好或坏，原来是从调整开始。这是 Shelly Ng，Shelly Ng 是个大领导，很能放下身段啊，真的是谢谢你来支持我这个课程啊。好吧，我再看一下还有谁来到现场。阿比也来了哈，阿比欢迎光临。OK，好，最后送你一句话，送你什么话呢？乱做的好处就是有无限的可能。乱做的好处为什么有无限的可能呢？因为如果我是按照经验做的话，经验只会带我走老路，而老路带去不了新地方。我再讲一遍，经验只会带我走老路，而老路带不了我去新地方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，哎，这边有位朋友啊，Florence Steel，好像很久没有见到，还是你第一次来呢？无论如何，欢迎你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比较重要一个地方呢，是什么东西呢？今天你学习了，或者是你听了今天的直播，乱做，你是否在生命当中有一些你很想做的事情，但是一直在准备的阶段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去做呢？其实不用等啊，现在就开始。因为你现在先开跑，偷跑的话，那么你得到的数据对你未来更加重要。因为不是我准备的多好，而是看市场回馈我多少。好的，今天跟你分享，简单到这个地方。明天啊，还没有 like 我的 page 的话，欢迎你 like 我的 page，欢迎来我的 page。那么我在发布的时候，你可以 set reminder，就是。设定提醒，那么它就会提醒你了，好吧？我们下次再见。我是直播，不是下次再见，明天再见，明天1点半，我是直播精灵，有勇气，拜拜。